到底是像、我是因某。我会呀你以为唔当乱讲，你出车祸人，你唔当出车祸人，我失忆男呢？奇怪，我记忆当中好像没有结过婚呢。我怎么会有老婆呢？那我们可能啊，啊，你就说你都这样，你跑跑跑调节一下，跟他笑脸了，其实你陪陪串啊，你个，你鬼火呀？你靠，可能没娶某。陶吉，喂，他真的是我老婆吗？靠，你靠，你都不知道我哪在？我真的，我真的是换失忆耶，怎么会？你真的没记？我真的没记耶。明世最强综艺战线三星歌中剧，这回来到的是三星酒吧，会发生哪些爆笑的事情呢？让我们看下去吧。你是动作真无听哟，去紧落去做工去啦，好哎，摆摊，哦，这个好看啦，你看这我这样呢，这你看，我六公公，你很笨呢，哪有笨？这关我已经跪三百遍啦。你嘛好，你嘛是四个家。这样你这什么？你这是啥来的？哦，这这现在上流行的游戏呢。哇，你唔得啊！你讲你背出去，你扫红卡啦！我来一关，我跪到。你们快开关啊！两百五六关。来，下面我他妈在拍手机的游戏。啊，太无啦，不是我爱拍啦，是。是嘞啦，对啊，无人去算这些呐。啊，无人去，你嘛，大家安尼稍微整理一下，对不对？好啦，阮谁来整理啊？人客来，人客来，哎呀，招呼一下。哎，欢迎光临。哇哦！这位人客来，来请。舅门姐吼，你家敢是三星酒吧哈？啊，对，家就是三星酒吧。哎，奇怪，那拢无人嘞，你生意就歹吼。什么拢无人？我都开门啦。这三个人，我都开门你啊，这边。哦。这位老板，你到底要啉啥？你来点吗？来，看你要喝什么。哎，哇哦，麻烦我点一杯那个威士忌加冰。威士忌加冰块。对，好啊。这服务足紧的啦，那遐紧啦。哎呦，阮来遮的人客来行，拢嘛点一杯，啊，所以阮拢传好好啦。你们这家店开很久了吗？哦，十来年有了，差不多哦，加固啊，就对了嘛。对，三星酒吧，对啊，一个服务生，对，一个调酒，对，一个老板，没错。对了，丢下。我再请问你们一件事情，请问一下，我叫什么名字？哦，拜托哎。我这开超十几年啊，你怎？啊，人客出入你骗得多，我哪会去？我大家人客，我名拢记住，我哪有可能？哎，头家，你今天头家变在乱的哦。对啊，因为出车祸啊，失去记忆嘛。啊，你这病才出来款啊？对啊，我这气呢。哎呦，啊，无你到底来这要创啥？不，我记得讲出车祸进前，我要约在三星酒吧，我拿了一纸皮箱，然后我要带了现金，要给叫孟娜的女人。孟娜，现金。对呀，坑爹皮箱。哎呀，你是要提我这钱而已啊？哎呀，啊，拢这信用就丢了。我嘛没记住啊呢。我看没。加啦。哇！哦，差不多500万呐。500万啊！不，安达哎，恁就问一下吼，你都要讲，你要找一个孟娜。嘿。啊，你这现金500万，只要是孟娜迄个人，你就要直接500万而已。应该无唔对。我记得是安尼。哎，我真奇怪的。孟娜！你孟娜哟！看啦！哦，你孟娜，你孟娜兼蛇口的孟娜。哎呦！啊，老板。嘿，其实我都讲侬一定唔敢讲。其实我本名叫做孟娜。我原来唔捌听叫你孟娜，你真正袂见笑呢？为着钱连这种代志你都做会出来？真笑！我老子什么代志？我明明都叫孟娜，我叫孟娜，唔是孟娜。我老实甲恁讲，是不相瞒，其实孟娜都是我。孟娜！你更加无成功啦！你这真正咧孟娜，我跟你讲。哦，别来啊！大家为着钱啊，大家在那画梦啊！难道你就是孟娜？你靠你！你爱声音啊？你爱声音？无啦，不可能啦，对不对？
你不看见孟娜，发出去的孟娜啊？你也不是孟娜，不是啦。对啦，我都不是啦。是啦，不是啦。不是啦那你到底给我接什么啦？问题是孟娜是谁呢？啊，你拢在乌面来在想？哎呦，我头好痛哦！啊，怎么办？失忆的是失忆了。来，拎一杯啦，就不痛了啦。哎呀，拎啦，拎啦，哎呀。明明，小明明，小，不是。崔典丽啊！对对对对对，这样，小敏敏。对。哎，那你是？我是孟娜。你是孟娜？我就是。孟娜。这姿势不标准，躺平一点。哎，对对对。啊。哎。你来蒙古白兔叫我到底啊？你哪拢无搞苦嘞？我不爱是画蒙娜，我想我要蒙看有无咧。不是，等一下，我。你是孟娜，嗯，你该叫我什么？小敏敏啊？不是，你怎我怎么证明我是小敏敏呢？你就是包伟明嘛？我是包伟明，怎么可能？你要什么证明我是包伟明呢？你想要证明是不是？啊！拜托，你们把这挂火，那就要过龙井铁，是不是？这首歌是包伟明的歌，就是你的歌吗？就是我。怎么可能啊？刚才谁在那边这把我手脚？你呀，对对，好厉害呀！哎。没想到我的孟娜居然这么漂亮，真正是水果女王嘞！真正是孟娜哎，哇，百万飞起啊！没有了，台词本来嘛不是要好你的，这不就？哎，你白跟咱是啥物关系，是不是？啊对吼，啊咱是啥物关系？我为什么要拿这个皮箱要给他？哎，啊对吼，对对对对，你哪搞白跟呐？我跟他到底是什么关系嘛？啊，你家己跟伊啥物关系，点唔知我哪会知？去上啦！哎呦，唔爱，这么你就会管理员。对，什么管理员？我今天请来的刚是拢总是管理员的。我看是。而且服装的，甲讲调来，唔是拍车就管理员啦。你又没讲，还问头家？对啊，对来咩？上。头家，我头家叫我上的，这间店我的呢。你的，但是人客较大呢。唔爱你啊啦！对对对，物质上，物质上，对对对。你问我上？对哦。我跟你讲，你到底是上的？我是银宝。哎，我好坏人呢！你话唔通乱讲，伊是出车祸人，你唔通出车祸。我失忆男呢？奇怪，我记忆当中好像没有结过婚呢，我怎么会有老婆呢？那我不可能啊！哎，啊，你就说你度假，你跑跑跑调节一下，跟他笑脸了，其实你陪陪串啊，你个，你鬼鬼啊！你靠，可能无娶某。陶吉，喂，他真的是我老婆吗？靠，你你靠，你点在？我来在，在。我真的，我真的是换失忆耶，怎么会？你真正没记耶？我真正没记耶。我要紧，我讲你听。嘿，你是一个生理人。哇，你的胸中胸，有一天，你去熟悉到一个叫做孟娜的查某。哼，忽然间，你甲伊天雷勾动了地火，你外背后做迄个没记情的代志。结果叫我发现，发现你就讲要去处理，但是还没处理蛋散。你怎么觉得讲啥？你结果蛋散啦？结果还没给处理，你就去出车祸。哇！结果是安尼哦。啊！我怎么死？我不管呐！小敏敏，既然你拢失忆啊，啊，你拢给放袂记啊，啊，咱就好好在一起就好啊。重新再来了。对嘛？对。太好了，好！哎，你这做查甫人安尼对唔对啊？安尼，哎呀，对唔对？明明你男某就是有来找你啊，你该死一个苦，拄到这个，啊，本来你拄啊讲遐清楚，是要来处理问题，对唔对？哎呀，头家讲的真对，我真的，我知道要做出选择了。反正有他就没有我，所以无辜白为什么还要去吃馊水？所以我选择的是没有白。哎，你无照剧本哎哦，那你讲是弄我喷，你讲我烧水，你讲我喷，好，你要决定，你要选择一人，你要选上，我，你选啊，我决定，还是选择孟娜，你真的是大烂人，不许你们骂他，包先生，嗯，既然你选定伊，你就好好对待伊。我求你以后，你讲讲啥小朋友？孟娜，我是意思讲，
你爱冷静，你爱冷静，你袂当当医师，对吧？虽然黑比甲龙黑袂比你，要讲啥？你敢讲笑上黑比上龙黑？你是龙黑，龙黑比。哈哈哈哈哈！龙黑伊嘛为细汉开始大汉的啦。对，你是真好。你虽然你即马苦处境是龙黑比。凊彩啦，你袂按那个放银耍，你爱坚持咯。坚持。我是变那坚持。女性不是就是男人，你是大烂人。我。小爸爸，我讲你安尼做查甫人安尼对唔对？你有某啊，啊你搁外口搭店对唔对？啊人即马某叫你来处理代志，啊你惊啊讲安尼发生车祸事，安特别甲放杀，安尼唔对。头壳负起头壳责任嘿啊！你免去讲啊，已经放袂记，已经袂记讲我较早甲伊安那认真拍拼，哈，走路偏大，有一顿无一顿安尼，到即马拼到今，伊即马好嫁人啊，伊甲我放袂记，即款查甫人，头壳你听我讲。你不尊重，啥？你，叫你不尊重，你给我卖，哎，你讲告告啊，要点卖牛力啊，要牛力啊，你不尊重，你给我卖照，你给我卖照，我得卖照吗？哈，好卖照呢，阿妈，你是安尼啦，唔是安那，其实当初小明明约我来酒吧，是有一件代志要跟我讲。啊？哦，什么代志？你家己看好啊。哦，我有传简讯哦，这哪呢？什么名？是啥啥？是你传好约哦？嘿啊！嗯啊！孟娜，我发现讲，我某这世人为我付出遐尼济，我袂用对不起伊，咱两个也是分手。啊！我看阿是我来走了。啊！来嘞！你孟娜对不？是。你麦克风摕来。你今日哪来秘书，敢那一只黑逼同款嘞？啊？啊是阿比啊！我你看，我打玻尿酸呐、啊！哦，我怪自己嘴真敢那金矿腿嘞！你看刚刚你安尼对人无礼貌，人家小姐。我怎么知道你干嘛打玻尿？我不管。重要代志，小姐。手机也袂啦。对吼，拍摄。无代无志，人水水，用个秘书敢那德国大香肠。你两个鸡巴到底要安怎？你一只阿婆人到底有良心无？无，我真正要甲恁解释一下。我真的太对不起你，我决定要跟你长相厮守，真的，谢谢你。安尼才对啦，哎呦，嘿呀，老翁老母啊，对不对？啊，你这安尼唔通踮外口安尼爬爬走，啊，唔才做一个好翁婿。我跟你讲，这吼啦，做翁婿一旦吼回头啊，不管按照过去的代志，得卖追究，很得追。拍摄啊，我都在给你管理管，就拍摄。我来无要紧啦，拍摄，头家。喂。啊，感谢啦，因为阮翁和先生哦，都你的个性哦，较够安尼。怕小姐。啊，但袂啊啦，应该是袂啊啦。上主要就是一旦看到的吼，就按你两个翁阿婆安尼，一旦哦结交安尼，搁团圆安尼上好啦，上重要。感谢头家，多谢你们，谢谢。就拍摄。哦，没想到你还真的长得还蛮漂亮的嘞。那当然，你要很养。真的吗？真的，阿乞丐啊！这是故意的脸书，不是故意的啊！阿贺。